啊，今天这暗暝我心中有一个感想，天有不测风云呐，人有旦夕祸福。好，顶礼拜六个咱就是咱上尊重的这个民谣歌王哈、哦，不停地咧台顶说来结束掉伊一生，但是。伊唱条歌的时阵，我感慨万千，因为是伊是因为肉粽唱烧肉粽来红起来，是，都是因为伫唱烧肉粽的歌声当中离开咱的身边。你讲伊是一个圆梦吗？还是一个遗憾吗？相信伊家己的心肝咧，应该是讲哦，我伫台顶倒落去，我为舞台来生，我为舞台来离开，对来讲，我认为伊是一个圆梦，但是。这位前辈受阮大家非常非常的尊重，尤其是受全国朋友大家喜爱。这位郭金发大哥嘛上过阮的节目两摆，即马一段影片来，请大家欣赏者。自悲自叹，歹命人。这句歌是传唱了五十年，是咱上敬爱的国宝级的音乐王郭金发老师。当年就是这首《小肉粽》红遍大街小巷。这首歌是咱台湾歌谣当中的经典代表。十七岁出道，录第一张唱片，这当时就唱红真济真济歌曲。1989年，郭老师因为《小肉粽》受到日本 NHK 邀请去演出，得到非常大的肯定。《小肉粽》因此成为国际上代表台湾特色的歌谣。郭金发老师一生的贡献，最后坚守舞台，坚持将《小肉粽》唱完，好参照咱讲。爱人永远将伊传承落去，咱永远怀念郭金发老师。郭金发大哥一生热爱舞台，伊红过歌嘛非常非常的多。今仔第一条歌，咱要来家纪念，要家来怀念，是所抒情歌曲，叫做《可爱妹》。一起来欢迎创作才子江志峰。阿哥师兄顺哥，你好你好。都要讲到这个啊，郭金发老师啊，是是。咱志峰跟郭金发老师会互动过吧？其实郭老师我印象啊，因为在鸿门的这个我出秀屏嘛，然后郭老师后来有在这个电台主持，那我从他身上他们讲，我学到很多东西。嗯，因为一个身为一个第一个站上这个国家剧院的流行音乐的歌手，哦，对。而且他一再的比赛选中南北输鬼，是，所以只要有比鬼的所在，伊拢绝对摕第一名。哇、wow ！比赛拢拢摕第一名，是是是。
那他的身份跟地位，其实我们是毋庸置疑啦，咱嘛免去怀疑的。但是一对我，就敢若对家己的小弟啊、家己的后生同款，他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客气，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咱的新闻大家唔知有看到，咱的新闻嘛写着许孝顺切六去大病院啦。但是为着今天是要荣耀，三天一定要出院，你要甲大家报一下。其实因为我的身体一直有一个老镜头，就是。因为我痛风，医生嘛有检查出来讲，是不是有较挖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天气的变化，由于前几天连咪好天，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今仔日阁这么湿，所以我的身躯敢那叫所有白起来同款。找来我因为落迄个风神无双，落到一半我已经感觉真艰苦，我人拢袂振动的。我感觉讲，因为我想要甲代志做好完，因为最近公司咧拍电影，嘛无真侪时间通好好遮个其他的节目单位，会当讲真顺时来录影录煞，所以我真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希望甲做煞。即个每一个艺人同款，伊希望讲，伊会当甲伊即世人上大个即个责任，拢会当伫个舞台顶完成。我们希望把事情做好。我迄天伫断言时阵，坐伫个病房，拢别人因为足阿妈。我咧看迄个金钟奖迄个重播，我永远看到迄个跑马灯，因为我一直困一直困，啊，哇，郭老师竟然伫个舞台顶头安尼晕落去，我感觉迄是一个悲壮。伊虽然看起来悲伤，但是伊是一个真正英勇的这个英勇啊，非常英勇。我感觉讲，若讲做一个艺人，甲各位同款，你一个艺小，一个艺勇，伫个你生命当中真重要一个任务当中。你一定全力以赴去完成，更何况讲台下有遐尼侪好朋友，大家可以掌声，在一生当中上重要的一首歌，来完成伊一世人的责任。我当场，其实我感觉讲，我只不过是一个病院内底尔，我还有气力，我将来有机会，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大家更加快乐。会当伫个生活当中有偌侪娱乐的，拢我来做，我阿孙阿我愿意。我也希望阮电视机头前所有每一个好朋友，会当尊重每一个徛在家己的这个责任的这个舞台顶的人，拢给因喝彩，给因鼓励，给因有上大的正面能量，会当继续来坚持落去。大家辛苦了。我们再改个补充一个人啊，就是郭金发老师伫咧戏当中吼，有想要隐退。为什么跟他封麦不爱去唱歌？但是因为伊的歌太红了，真侪所在需要伊，有真侪邀请，伊拢无方便提示，所以只要有人邀请，伊拢希望把伊的歌声贡献到大家呢。知道有一个事情，算是郭金发老师他的殊荣了。他在1992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由文化总部。文化总会所举办的一个那个在国家音乐厅的一个音乐会，是是是，对，那个邓宇泉老师的音乐会，是，对，然后那时候真的其实流行歌手是那个在那个时候流行歌手不可能登上国家音乐厅来演唱，是，可是那个就是因为郭老师他的态度，他的好人缘，就很多人推荐他，是他是以那个民谣演唱者。不是以流行音乐 的歌手去登台，结果他算是真的是第一个登上我们国家音乐厅 的一个歌手，也非凡的成就了。对对对。但是一种是安尼吼，一心个放开了果断。我相信咱大家拢相信讲，伊即摆去另外一个世界，赶快用伊上好歌声来服务其他想要听的人。